喂，你的外送披萨到喽。我没有点披萨。我这边地址确认是你们这个地方，哎，还是上去跟你确认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了。哦，潜入成功。哎，哭啊！我就知道了啦。你的披萨外送到了。啊，难怪那个声音就是怪怪的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你家跟东西差不多哎。真的、哦？一样。哎，我四楼而已。累死了。来，自己拿啦，讨厌。黑龙江大东派，哎。什么东西？你家。跟我好像不一样哎！来来来，蝎子给你红色的，你蓝色给你。女生都喜欢红色的。女生都去红色的。来，啊，你家里面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？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啊。哈？没有。No。我是黑牛啊。黑牛，公杀小黑牛，起床啦！为什么会这样子跟我弟一起睡？大家睡觉了。黑牛住在新婚房。对啊，他结婚了呢。你不想我来啊？你可以来啦，你要问我来啦。你去睡觉了啦？为什么我们家有那么多披萨？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住在婚房？你的老婆嘞？老婆在里面。真的假的？那为什么你今天特别买披萨给我？我就有记得啊，上次你在吃炸鸡的时候，你就说你想要平底披萨、啊。哦，对你。所以我今天买了四家不一样的。啊，我的口味是什么？知道？我买香菜臭豆腐鸡脯口味。哪种？没有啦，熏鸡啦，四家都是熏鸡。哦。但是呢？我们今天不能让你知道品牌，因为我怕你偷接业配。我可是我已经知道了。没有啊，你等下拿盘子，然后你闭眼睛。哦，这样子哦。你先拿四个盘子。好好好好好。然后你给我盘子之后，你就去房间。OK。我能开工。巴兰开工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龙。嗯，很香呢。走开了啦，走开！哎、欸，走开了，欢迎走开。黑色星期五，靠腰了，把别人赶走了。对啊，好香哦，太香了。啊，你很常吃披萨吗？对，很常。那、啊、你最常吃哪一间？哎、欸，那个拿破里。拿破里？呀呀呀，应该有这个炸鸡可以一起买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知道哪一间是哪一间吗？我觉得这个是 Pizza Hut， 因为它有那个小小的盒子，然后它这个比较薄一点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感觉很专家哎、欸！你都还没吃就可以先吃，还是你要先吃吃看？那这个先吃。好，先吃。哦，嗯，这带有一点点。它是唯一一家有放美奶滋的吧？嗯，哎、欸，导演。嗯。可是我这样子吃 Pizza， 我没有那个饮料喝呢，怎么办？没饮料喝干嘛？没饮料不拍哦、喔。不拍啊。那你不要吃好了，我收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吃最后一口？没有饮料，我拍。好，那我拿走喽。嗯。好了、啊、没有，这给你了。哦、oh, ，nice。哎，这个是第二次呢。第二次喝这个。对，要不要电话来哦？要不要？啊，披萨皮。皮肤的皮。对，就有那个 QQ 的，软脆脆的。软脆脆。对，软脆脆。哦，外面脆脆，里面软软的。对，第二个，这个的 cheese 很多呢。哇，这感觉料很实在。对，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的，它的皮哦要薄一点，要带厚。带货就是浪费我们的钱。我去披萨好多都是买那个牛肉的黑虎牛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都吃那个？对，因为它的那个比较薄一点，大家知道哦，聪明哦。哦，嗯、那掉好多。哇哦！怎么样？你干嘛、啊？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披萨。真的假的 ？That for real？ 台湾吗？每个地方。真的假的？番茄很多。那你觉得它是哪一间？做嘉宾啊！我今天要吸我的嘴巴。这样子下一个要吃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你很专业。嗯哼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你现在那么厉害。如果你们公司做东西还是做饮料，要先给人家试试看，可以点了哦。臭豆腐、先香菜，还有苦瓜了，我都不要。鸡脯可以吗 ？No， 我不要，不要。说不定很多臭豆腐想要找你代言。好，我等一下就不在了。这感觉厚一点点。这个大概三分之一有量、哦，后面这里都不是料。这个是什么？偷我们的茧。你就到时候接不到业配，你又会讲说，嗯，哎、欸，老板，这样子不行哦。你看，我要一咬，就料没了，后面都是皮。对，而且部分你最喜欢哪个口味？我喜欢夏威夷。夏威夷是什么？就是加火腿和加凤梨的。干嘛、啊？你真的很
举外里。披萨怎样会加凤梨？我啊，好吃啊。怎样会加凤梨？你们留言一下，让我们知道。完了。披萨喜欢凤梨，写一；如果不喜欢凤梨，写零。我们看成几个比较多，好不好？先抓小。它的肉看起来没有很辣，就是缤纷的，没有腌很多的。所以你觉得它的肉是调味很好吃的？对。可是面包太多，这个留给等一下留给黑牛吃。黑牛吃啊。啊，都吃过了给我吃。那你为什么你没有买牛肉？我没有买夏威夷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刚刚这个跟这个差一点点，这个大概三分之二都有料，嗯，它们的厚度都一样。到底你在干嘛呢，老板？嗯？你有漱口吗？好像有呢。屁啦、嗯！这个我知道。这你知道？我觉得这个是披萨厚。哦。那你会很难选呢。那如果很难选的话，你先讲第三名好了。第三名哦，嗯，这我可以吃一次吗？我忘记了呢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把整盘都吃掉。我把忍不住了，就会打119来。还是我们来拍大胃王挑战？欢迎收看《黑色金球》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吃大餐。我以为要说大胃王。我的第三名呢，就是这个。啊？重点你知道什么？嗯。重点是料。哦。好东西。好东西。第二个就是这个，第二名是这个，第二名就是这个 ，The Mayonnaise。那冈比亚有披萨吗？冈比亚有啊。那你们比较流行什么口味？应该鸡肉跟牛肉吧。哦。因为大部分的人不吃猪，可是没有 Pizza Hut 那种的，可能会去 restaurant 的话就可以买。哦。嗯，没有连锁店。最后一个呢？我们有这两个吧。得，我觉得好像很明显哎。你真的，你有那么聪明哦？大家都看得出来哦。大家有那么聪明？你太有分了。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from after eating all the four pizzas， 我们第四名就是呀，这个是我们的第四名。哎，我刚刚选第二名是哪一个？第三名是哪一个？第二名，第三名。第三名嘛，哦，料，这里你看，就这里有料啊，后面都是面包。第四名哦，第三名，第二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我还没吃完呢。嗯，你看它后面都可以吃呢，还有料呢，好多、哦，好多、哦。我觉得这家老板应该是不太会算钱。嗯，这么最好的老板。我说披萨好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哦。那玻璃是哪一个？那玻璃，这两个，这个是披萨好，这个是那玻璃。这样好。你看一下盘底下你就知道了。哦、oh, ，fuck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Domino's。这个就是，哦，这个就是那玻璃。因为有猜对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猜对。哎、欸，可是这个有猜对的，这个真的厉害。不知道我吃就知道。这一间很特别。这个为什么？它不是连锁的。然后呢？嗯。这个老板他每天只做10个限量的。哎、欸，他是你的粉丝哎、欸。所以这样子应该是业配哦、喔。不是业配啊、哦。如果是业配也还好，我已经给他第一名了。他们有一段拍了一段影片，想跟你讲。嗯。那你拍一下声音。当你看到这部影片，就代表你应该已经吃完我们做的披萨了吧？超香！这可是我第一次煮饭给你吃，我把我第一次献给你了。而且我们家的料非常特别，还有番茄酱，里面的番茄是我从哪来的？阿波的亲手跟亲嘴，超级。我也用嘴巴。对，我们一起用嘴巴一起的这样子。黑龙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任务是导演给我的哦。甩锅。好呀。哎，爸，上次做那个臭豆腐，我肚子很痛，所以今天要回敬你。但我这次认真做菜给你吃。我觉得你又看肚子。对，如果你真的拉肚子了，你就要在马桶上面拍影片，跟那个大。那什么时候拍的？那我觉得应该是。我是认真用心的在做，看影片就知道了。我爸，我今天不会睡觉哎。为什么？你爸会一起。靠背啦！啊，你房间有厕所哎！好，那先到这里，拜拜啦！拜拜，爱你啦！拜拜！哇，这老板是谁？老板到底是谁？就三个啊！就三个。对啊。Interesting。现在我感觉到肚子有点痛了。有一点。那你想看他们怎么做的吗？我用嘴巴做的。我想看啊。你等到上片那一天，在影片最后面。啥？这个是蛮好吃的嘞。我觉得你们上可以开一个披萨店呢。对啊，就给他什么名字？黑龙披萨店。为什么是你？大家呀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一直在吃这个呢，会不会在就是说一个晚上
下，家人可以留言一下跟我讲，你们二三次是哪一个？李敏真的是这个，有没有人想吃这个？我们这个比较，如果想吃就先来啊，女粉丝先吃啊，男生粉丝不行啊，没有，男粉丝先吃最后一两个，都记得帮欧阳订阅、按赞，再见啦，黑色星期五，下次见喽，棒棒。我们准备了起司、玉米、蘑菇、饼皮、番茄跟蒜头，还有鸡胸，还有我的手，然后干净的手。因为为了要节省时间，怕黑龙突然回来，所以我们饼皮是买现成的，但是酱呢是我们自己煮的，用心良苦。赞！哎，这要洗吗？不用吧，反正都会用水煮，为什么要洗？我跟你讲，我超会用嘴巴剥番茄。好恶哦！等一下我们就来看，是这个。先煮完，还是我先用嘴巴剥？嘴巴什么？这是粉丝福利哦。旁边那个已经快剥好一颗了。还看戏，那个有个耳的，那颗黑龙，等下就要看他这样吃了。你不是要做两个吗？那一颗就你们做。没有，那个才要给黑龙啊，这就是。而且我们等一下还要切成丁，我就整颗进去，然后丁就出来了。你是说隔天丁就出来还是？啊，我好哦。它热油锅，然后让它。就要全部切完丁。不用啦，先你先热，然后先加奶油，然后跟。丁丁好。你不要，你不是监护我才主厨吗？你真。撒给你。怎么煮啊？没有，然后就直接这样。直接剥，你没有，你要切，因为你要做的像外面披萨的那種。对啊，可是你这样才是鸡丝啊，你要这样剥才会一丝。对啊，你要像伊南那样啦。没有，你不要吃我熏鸡啊，你不要跟我吵架。你是来切什么？我在切蘑菇，蘑菇英文什么 ？Mushroom。不要浪费，我们自己做的超豪华，超厚的，对啊，手是这样，好多呢，大爹，嗯，好吃，你哦，你们看到吗？盘子放在这里，然后又这样子，哦，这超太多了吧？啊，这样好吃，很多的鸡，其实不要全部放了啦，为什么？就是留一点点放在我们冰箱里面就好。听到这句话就要把它加完。It's okay. I got it. From my daddy.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 from my aunt. Where did that body from?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 from my daddy.还有料嘞，对啊，而且那个番茄酱是 Lucy 用嘴巴榨汁，口嚼酱。